几只蚂蚱，找死！你们战神殿就是这样干活的，找死也敢不交治安费？哼！爸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没见我们在开会吗？孩子，谢谢你将剑归还。我不是来还剑的。托梦女神永叹调，混账，给我拿下他！以我战神殿的信仰，岂容你随意践踏？神剑应该杀敌斩魔，重现光明。龙皓尘。